ターの音や。うわぁ、すごい。リニアモーターか。まだ、まだ、お酒がこういう感じするな。おぉ。ここから歩いて3分なんで、すぐです。モニュメントみたいな感じじゃない？で、ここで渡るんだ。ね、あれやね。ラオダンシュエ、ハイツァイ。こんにちは。京子ちゃん大丈夫ですか？京子ちゃんのあのブログ見ました。え？あれすごい。あ、那金牌的金牌可以吗？啊，不用啊，不用吧。谢谢你。こんにちは、皆さん。今日はラオタン水っていう台湾の美味しい餐厅に来てます。ロードビール。这个是我觉得台湾的啤酒里面最好的。今日は楽しみ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それでは。味道是紫苏萝卜。这个叫冰梅番茄。番茄。又叫黄金泡菜。番茄。干杯，干杯。日本有看过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你们先坐，阿天聊天。好。这个跟你介绍一下。这个是冰花菜，这个你们日本也有种，有，对，就是叫盐水。本当だ。これでもヨーロピアンシュガーコーンのコーンなの、完全に。え、そうなんですか。結構美味しい。コーン自体も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。甘いポテトサラダ。甘いポテトサラダ。这个叫金沙棕榈，就金沙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知道，金沙就是咸蛋，咸蛋，对，咸蛋，对，咸蛋，然后整个把它包在这个棕卷的外面，对，这个不是鲑鱼卵哦，它是吃起来，你吃起来有没有什么口味味道？有点爆浆，对不对？甜甜的，有芒果口味，有。芒果 Q 爆球，对，我很喜欢吃这道菜，要热热的吃。风味道的。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，跟啤酒真的配，很棒的，下啤酒，下酒，下酒，下酒，对，下酒。好特别的味道哎，比较甜的这个里面，开胃，开胃菜，开胃的菜，美味。甘い、じゃあ甜だ。大吃哈，而且超好吃的，闻到味道都要流口水。开始都是炸一炸，对，那传统以前的那种料理的味道也没有像现在什么柠檬啊什么的，是传统就是用乌醋汤就淋上去就很好吃。哇，味道，好吃啊，感觉好好吃的。有面线，你喜欢的，你喜欢的，没有的面线，没有面线。
这个面线比较特别哦，因为这个面线叫做日晒面线。对，日晒面线，因为传统现在太方便了，都是直接工厂加工的。对，麻油鸡的。麻油鸡都是面线吗？对。あんまり麻油鸡好きじゃないんだけど。え、俺は結構。いいの？食べない。先どうぞ。最後？最後残りで。最後これ全部カッサラ。あのな。あ、僕を取ってるんじゃなかった。ミエシェンを取ってる。あのな、いい感じの。後ろにジョンさん入り込む。取らない。どこのだろう。シンプル。全然取れない。醤油つけて食べたいな、僕。なんか、醤油つけたい。ジャインをこれ、あ、あるか。薄いか。そのスープつければいいよ。あんまり濃ゆくないかも。あ、本当ですか。淡白。マヨジム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ミエシェンどうぞ。これですか？定番の味がする。教えてくれるよ、定番の味がする。台湾のこういう食事の時って、絶対いい手を言う出てきますよね。結構それがもう文化です。あ、美味しい。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よ。特別な面線。晒太陽だ。わあ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匂いを嗅いでた。麻油的味道。嗯，是什么？海棍子。海棍子。漂流木。这个是吧？哦。是什么？炎が消えた。这个是，这个也是鱼。鱼。也是鱼。对。鱼干。鱼干。这个是新菜。也有香味。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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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吃直接吃，给他拿给他给他给他，拜呀拜呀，したいよ。こちら有一点像。我这个很好吃。不要这么客气啊！不要这么客气。这个等它放冷一点 ，medium 更香，更香。越冷它更香。Okay. 你可以慢慢吃，现在热热的吃的味道跟等一下冷的味道又不一样。哦，对，它会。哦。对，三点蟹。もともとプロダクトデザイン勉強していて、でもなんか違うってなってグラフィックの方行きたくて、で学校探して、这个是香辣牛。哇，捏了。牛肉2個。四季臭豆腐。四季臭豆腐。ね。あ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やばい、臭豆腐跟牛肉真的好吃。我们家的牛肉用的半筋半肉，对，
三朵。哇，好大的大块的那一块。三朵鸡。来来来。干杯！干杯！好，谢谢。入って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ハンマー入ってる。今日はね、取れ高バッチリっすね。いやすごい楽しみ。他吃好的，我们才可以吃、啊。要肥。呀，你好，我们餐厅叫老淡水餐厅，我们的店址呢是在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一段166-1号。对，欢迎大家对来我们这里品尝看看。那我们的营业时间呢？礼拜一到礼拜五是上午11点到下午2点，对，然后晚上5点再到10点。对，那如果是周六周日呢，我们就是整天从11点哦到晚上的10点。对，谢谢。谢谢。里面的特别的特色是什么？其实因为我们是比较淡水嘛，靠海边，所以我们的是主要以台菜、活海鲜，对，跟创意料理为主。我们希望说，不是给大家吃那种很死板的料理，希望能够在餐点。做一点改变，对，让大家尝到这个菜的不同的变化，对，跟特色。对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每个菜都是非常好吃，谢谢谢谢。都是日本朋友们都是喜欢的，很喜欢这个口味，应该是台湾朋友们也喜欢的口味。真的，我谢谢大家，因为我希望大家每个来用餐的朋友。对，都能够觉得好像回来这里吃饭是回到家的感觉，或者是隔壁邻居、隔壁姐姐或哪里的家吃饭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希望就是欢迎大家来品尝看看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这里好吃。谢谢。我们香港人都来了，香港朋友。香港的朋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谢谢你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谢谢哦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好冷哦，拜拜拜拜。来，这这位说啊，好，我们就是说，哎，怎么样？我们要相信。拜拜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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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